撕碎，不留遗憾作祟，奢取一生的漫长换一回。假如决定卸下防备，真心错付于谁，敢给就不怕摧毁，爱不愿沉睡，寒冬天地也无愧，殊途不同归，我也无怨无悔。因为你是宿命无解的谜题，所以我祈求有奇迹，斗转星移，哪怕被岁月染尽，而我只愿为你去寻寻命为永远的奇迹，至死不渝，犹豫什么？赶紧走。清军，别着急，这左右两侧都有新动土的痕迹，恐怕有诈，我们还是先商量商量。刘少侠，你看呢？走左边。听岳少侠的，走左边。老兄，路线越来越靠谱吗？当然，你忘了我一个，他不费一兵一卒。盛恩，宗主，宗主，不好了！这我们的贼子在大举进攻前门，兄弟们都受了重伤。宗主，不好了！又怎么了？宗主，宗主，后面有人攻入了。你们是干什么吃的？这帮混蛋，这种时候来捣乱！快去拦住他们！金哲，你怎么样？没事。徐大哥，徐大哥，徐大哥！老徐，老徐！道歉能让他们活过来吗？走左边。走什么左边？现在不是冲动的时候。不好了不好了，陈大哥，齐元宗教徒出来了。事在紧急，算你小子走运。岳金州，冷静一点，还是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办吧。已经被发现了，应该分两头行动，一队抓高霄，一队拖住这些守卫。岳金州，你这话的意思我也听出来了，不就是想让我们给你们做炮灰断后吗？我与你们一起。对，我们跟你一起。我也一起。你跟岳姑娘赶紧去抓高霄他们。岳金州，你记住，兄弟们的死伤，每一笔血债都有你的份儿，走。那你们万事小心。要救更多的人，对不对？对。
险色。哎呀，又是你们两个狂徒来我宗坏事啊！你们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呀？你们作恶多端，今日就该结束你们。在我起元宗的地界里，还敢如此说话？现在我就让你们知道，什么叫做有去无回。快跑！为什么催化这么多起源珠？你还是来了。为什么这么做？其在前两次吸食起源珠并没有魔化，反而实力大增。此次是他吸食起源珠彻底唤醒神兽之力的机会，我怎么能放过？老三，老三，濒死前的阴暗情绪，你就不怕其承受不住，被起源珠摧毁了神智？我从不做无把握之事，
你要做什么？救他。老三，你看天空落叶如雨，是我散落万千的爱意，无法跨过的距离是宿命，跟着你身影穿过万里。别落魂，他竟然可以跟其共鸣。看到月经昭和齐的共鸣数已经超越了你和齐，这不正是我们期待的吗？朋友还在奋力抗敌，我们还要继续并肩作战，快点醒来啊。竟然是小月，这声音竟是月姑娘发出来的。金城，我们做到了，做到了，做到了。月姑娘，并无大碍。是明主，真的是明主，他是明主，是明主。难道月姑娘真是明主？她不是明主，是或不是，秦主再说。左盟主，月姑娘其实是鱼族的少君，上古神兽鲲的后裔，并非是起源宗的明主。况且，她从未做过伤天害理之事。是啊，盟主。我也亲自去过鱼族的。各位，身为正武盟的盟主，有些决断我不得不做。拿下。冠仁兄，我理解你的做法，但我却不得不与你为敌了。如果他是明主，为何要助你们摧毁起源宗？别落魂，你是何人？左盟主，稍安勿躁。老三，圣玄大人，你这是为什么呀？高宗主，这些年你为起源宗鞠躬尽瘁，今日本圣玄
送你一场福报。不，神玄大人饶命，饶命，饶命！我不想飞升啊，神玄大人，我不能飞升，我不能死，神玄大人，快救救我，救救我！你们躲什么？躲什么？你们这帮蠢货，你们以为高高在上的他们都是些什么好人吗？你们心心念念的那些起源珠，实质上吸的就是你们的命。被人骗了还不自知，还躲？你们所有人都会死，所有人都会死。你，还有所有的人生，其实到最后。都是明主的儿时，都得死。圣轩大人，圣轩大人，我不疯，我。怎么会这样？诸位，你们都看清楚了，所谓的飞升其实就是死，被自己的欲望所驱使，盲目的追求飞升，连明主的真相都一无所知，便为了一个虚无缥缈之物疯狂，惹得同族之间自相残杀，实在可笑。都记住我的名字，迎旭威。起源宗乃是我横道众送给你们的见面礼，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。老三，我们走。袁龙环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袁金昭，待时机成熟你自然会知道，不会太久。假的，全部都是假的。什么明主，什么飞升，全都是狗屁。自毁机关已经启动了，这里马上就会坍塌了。一起死吧，都一起死吧，都一起死吧。快塌了，大家往出口走，快，来不及了，你们先撤，我去设法关闭机关。师父，快离开这里，快走走走。你们怎么跟过来了？这也太危险了。此处机关凶险，稍有不慎便会山摧地陷，你们在原地别动。我去释放你，能让豆包去吗？军师方，你再不快点，我们都会死在这儿的。不行，不能让豆包去。我一定会保护好豆包。只是我娘留给我的唯一的东西。我在无垢窥见赵无猛死伤无数，若不阻止，恐怕
在这别动。师父，顾前辈，不能去啊！别过来！三年前的事，原来是应验在了今天。终于醒了，小秀儿，别哭了，师父没事。那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我感觉有些饿了。你一般不会轻易离开雨青山，此次下山是不是因为在五沟看到了什么？小秀儿生辰前夕妖环闪光，你可还记得？我去一趟五沟。我当下便决定前往五沟，以无垢处看到未来。无垢显示，这一次攻打起源宗总坛，正武盟将死伤惨重。我如何眼睁睁看着众人为大义而亡？所以你宁愿为了众人而牺牲你自己？以无垢所见，改变众多人的命运也是幸事一桩。仙青，我有一事相求，能否借你妖丹一用，让我续上半日性命？你我之间还需要求这个字吗？这不是害死咱们兄弟那两个人吗？我要是他们，早就没脸了。
还不如挖个坑给自己埋了呢。听说顾前辈伤得很严重，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。善恶有报，顾前辈一定会没事的。可惜咱们盟主给他的银枝媚阳啊。前辈，你好些了吗？无碍。正好你们回来了，随我去个地方。前辈，我许你们拒绝了吗？师父，你才刚醒。秀儿不必担心。小秀。这是他们之间的事情，韩江兄心里有数。齐耀醒过来了，劳烦多多看顾。放心吧，朝颜会照顾好他的，我也会随时盯着。徐夫人，您就收下吧。这是顾前辈，我们来这儿干什么？徐夫人，您就拿着吧，以后每个月我们都会把徐兄弟的心想给你送过来的。人都没了，还哪来的心想？我们虽孤儿寡母，但我尚可劳作，日子虽过得清贫些，也可供养此生。我们家老徐虽是个粗人，也常干些混账事儿，但他绝不会靠别人的可怜生活，我们也不会。徐夫人，您误会了，我们不是这个意思，怪我某唐突了。那这些钱算是郑武蒙借给二位的，一切燃眉之急，等郑云长大之后需按例偿还。徐夫人，你就不要再推脱了。徐夫人，多谢。爹是个好汉，以后一定要好好保护你娘。我会的。徐夫人，那我们就先告辞了。娘，我以后也要做大英雄，也给娘送这么多好东西。郑云官，咱以后念书也好，做生意也好，咱不习武了，咱也不掺和那些江湖事。如果你爹爹还活着，也一定希望你平平安安的。咱们以后娶个好媳妇，我们一家人和和美美的过日子。做英雄没什么好的。可我爹就是英雄。做英雄就再也见不到娘亲了。如果这样，你还做英雄吗？娘，我以后再也见不到爹了吗？娘，我想爹，我要爹，我想爹。不许转头。我好想爹。此情此景，铭刻于心，一丝一毫都不许忘记。娘，我要你，我想你。郑云宽，你是男子汉，不辛苦的。娘，我是男子汉，我要快快长大，带爹保护娘。徐启明，你个王八蛋！倒是成亲时说好的白头到老，结果你就这样死了，我是瞎了眼才会跟你。走吧。
前辈为什么让我们看这些？那你们跟我说说，为何今早如此消沉？我害怕，我怕别人说我害死了人，我害怕被责骂，害怕被人怨恨。我也害怕。现在呢？还是害怕。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，有朋友，有亲人，因为我就那么死了，是我的错，我的错。我盲目相信自己，却害死了别人的亲人。我差点害了这么多人，却又不敢面对这一切，还因为我的自私，差点害死了顾前辈。我最该害怕是这样懦弱的自己，这样懦弱的自己，我永远也成不了英雄。站起来。站起来！你别管我了。你有什么资格哭？我问你有什么资格哭？我哭怎么了？谁规定男子汉不能哭了？你打我！叶金钊，你打我！哭够了没有？只要你一个人会难过吗？你不要说自己没用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对不起，金钊，但我还想变得更好。这发生的一切，我是不会忘记的。我也是。你们俩打够了吗？看样子你们已经明白了，过去的错误无法挽回，现今的后果却可以补偿。我们只有不畏过去，才能不惧将来。顾前辈，你说过，无垢的守护有时能够看到一些未来的碎片，那你相信你看见的预示吗？哼，我信。我刚才说了，未来绝非不可改变。即使未来很糟，你身边还有月姑娘呢。以这枚挂钱为证，不要忘了我今日所言。居小哥也无需内疚，每个人想保护的东西不同，我做了自己的选择，自会承担后果。好了，你们先回去吧。多谢顾前辈。齐，齐，
怎么还蒙着头睡？不要盖着头睡。秦，秦，金钊，我是不是吓到你了？我看你这两天情绪很低落，就想逗你一下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想抱抱你。亲。希望你一直在我身边，一直陪着我。金钊，我一直都会陪着你啊。存在的。